其实女航天员出舱是比男航天员要更困难一些的，因为女性可能她的生理上面的这种特点，她的力量啊这些，还包括她的身高啊、臂长啊、手的大小啊这些，就是你生理上的这些差异还是存在的，所以会导致说出舱的这方面确实是女航天员是不占优势的。 所以呢，在地面上的时候，我们对女航天员的训练就特别有针对性。首先要增强她的力量，然后还有就是说她跟服装的这种适配，我们服装岗也做出了很多努力，但包括服装小型化呀，是吧？特殊设计的这个手套啊，就是说更适合女生的这个手的形状。